网友晒出了苏志燮出席某活动时的现场照，苏志燮穿着蓝色西装，内搭白色 T 恤现身，一头微卷的长发，还留起了胡子。活动现场，他亲切地与粉丝打招呼，并合影留念，十分亲民。韩剧中的帅气欧巴便生成了雅痞大叔。苏志燮继今年2月在台举办见面会后再度登台，也是他五月认爱小17岁的女主播赵寅正后首度公开露面，受邀参加2019台北旅展的韩国馆开幕活动。不过他的造型不像以往清爽，留着卷长发之外，嘴上还留着短短的胡须。他认真担任韩国旅游宣传大使，从他拍摄的韩综森林里的小屋，到电视剧我身后的陶斯，与电影与你再次相遇的知名拍摄景点，都在现场报给粉丝知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苏志燮的魅力更加的散发出来，满满的雄性荷尔蒙。恋情曝光之后，苏志燮也发文安抚粉丝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女朋友，做法也是很 man 的。